亮绿灯哦。你怎么叫他姐姐啊？难得哎、欸。就跟着他。对啊，已经被你传染了。哎、欸，有没有看下一季的毕业礼啊？有天选你。我也看了啊。啊，他那个发型出的很像兔耳，干脆就出兔耳就好了，出包子那样子气耶、欸。你说这个哦，毕业头啊。他毕业礼这次有三个哎、欸。小王子也有三个啊，不是小王子啊，重组记，嗯，哎、欸、不对哦，重组记四个哦，怎么？重组记是头、衣服，然后披风跟那个很像小喇叭。重组记，对啊，阿布安安、雪莉安安、欧弟安安。哦，你已经先开了，啊，等不到姐姐，然后先开了，他可能开完场。吧，因为我们约九点啊，那我们只要先打开灰烬机二喽，灰烬移机，小小子安安，嘿，嘿你，嘿，你没有讲话的声音哦，等一下，我忘记截跳跳在这个频道。我去弄一下。是不是太久没用 PC 听到我们声音啊？还是你 Windows 今天也自动更新了？有。哇，等一下，你那好大的一个。哇，好大！谢谢谢谢谢谢。怎么？他说我。他说我。哦，我们很大哦。你怎么知道他很大啊？你。哎呦。你的 Windows 是不是今天又自动更新了？你说我吗？对啊。没有，我太久没有用。哦，太久没有用了。然后截错东西，你看，聊天与啊的。哦，跳，来猫车的啦！我也是，猫车有一个是我的位置。晚安安，国喵安安，火鼠安安，小妞安安，好久不见，小妞。换蛋怎么换蛋呢？你竟然要拿远程？我是哇，就看你被他打。我是吉吗？我真的假的？有那么严重吗？那不是说好会打远，优先打远程吗？你都忘记了？是远程的，远程的仇恨值比较高，没错啊。好，加油！我们的坦克就靠你。我还记得那时候之前晚上我还装了一个什么会吸引魔物的技能，那叫啥？阳光。啊不是阳光，不是阳光，阳光啊，阳光珠啊。哦哟，阳就那一天装了，也是一直追着我跑、啊。我现在拿太刀一杆，那跟真的跟白痴一样、欸。难得跟到台，真的，你好久没出现了哦。看你最近也是过得很辛苦。啊，那阿杰辛苦，可怜。你看了、啊？看了，看得到啊！睡醒第一件事情啊，怎么是在通知第一个？走夜第一个看了一下，又是老问题。对，老问题。哦不，我不知道哪一件是好用的。我还有一个是吸仇恨值是怎样？嗯，什么意思？我连怎么加入别人都忘记了。搜寻大厅，要一个人先开房啊！啊，怎么要一个人？要你先开房？这次找啊？啊？我先开？怎么？我先开？我开？
线上游玩建立大厅密码应该是不用0919，哎，没看到。还是第一按键。哦，这个是要给码的，对不对？要给邀请码的。欸、不用哎、欸，加入游戏。我记得是直接扫那个大厅码就行了。觉得大厅码在哪里啊？大厅设定看到。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的角色不能控制了。我的。啊，我打在 DCL， 我猜打在聊天室上面。然后我改视窗画好了，全幕好像有点卡。我都是玩画都是无边界的，無界好像听说无边界更吃效能哎、欸。我像嗨怎么样？等一下，我游戏画面我要截一下游戏的画面。慢来，慢慢来，我去上个厕所。好。B 安安，我怎么找不到视窗画在哪？哎呦，我的游戏去哪里了？哎呦，哎呦，游戏。哎呦，截到了！结果我人没了，等一下。我不能动，我打一打不能动啊！哦、什么打一打不能动？手把。哎，我的画面怎么这么大、啊？等一下。这武器是什么？斩斧、斩击火、我应该都用。我应该用，我好像也好了。现在要加房间，不是加起。哎，奇怪，我今天明明搞得很早，怎么到最后还是手忙脚乱？没事，慢慢来。对啊，女孩子嘛，多等一下是值得的。怎么还有密码？啊？你才是我们的谁生命？有密码，你不是输入0919，白痴哦、喔！你说你要猜是谁生日来着？还自己讲的啊？杨叔，你怎么只丢了一个大厅啊？你还有密码要猜的？反正不是你的生日饭，就是我的生日饭，就是繁星的生日啊，三选一啊。弟弟，好久不见。哎，我带的是猫吗？对啊。好变啊！我不要带猫，我要带狗狗。啊，被嫌弃了。哦，对，怎么交换？怎么切换交换技啊？那个L2 加 YB， 那叫做 I 加，反正 L2 加两颗键。你拿的是那个手，你拿那个手把可能跟我不一样。不是我的，他的是反的。我的是反的，但他是拿叉把，所以我们现在真鬼就鸡同鸭讲。我不是拿叉把啊。我没有叉把的手把，我拿的是那个。那个 Switch 的手把啊，你438等呢、欸，好猛哦、喔！
我吗？对啊，哇，你438，你好扯哦。啊，之前上一次不就是这个等级了吗？你，那你好猛哦！你刷到吐了哎，你感受到吐烂了。之前的梦想是要刷到999。你竟然有过这个梦想哦！崛起！我说你啊。哈，我是有。崛起这个梦想真的是太吐血。对啊，很累人呢。你说怎样按来着？我看一下哦。左边食指的键再加两颗键，你先按下去，你看一下中间有没有显示，再叫你按哪两颗键。没有，RB 就是那个啊，左边下面的，左边食指下面那颗键。我按着了，然后再加两颗键啊，你看一下中间的交换剂的数有没有变。今天是 PC 平台。对。番茄是不是？番茄，你之前前面的紧急任务打了吗？蓝龙什么的？蓝龙的还没有，蓝龙不是这次的吗？蓝龙是三四个月前的东西了、欸。蓝龙是我们那时候啊，就是你没有打的那一次啦。哦，对，你们那时候有揪一次。那蓝龙很久吗？你现在紧急没有？蓝龙很快，你看一下你现在紧急在哪边。我现在紧急是要先去跟水翼讲，我刚跟村长讲话，他说我是蓝龙没有错。哦哦，那我们先打蓝龙吧。好哎、欸，刚、欸、好连连手好哎、欸，来村长帮我指挥锁。那我是不是蓝龙？我这个不好打，我换。你是怎么上不去吗？他一直在飞是吗？对啊。他想要去监狱会所接待区的水翼讲话，我去一下。好不值这个。嗨，水翼姐姐，好久不见。嗯，安。你知道我今天看到我那个工匠姐姐，她有穿衣服，我很难过。对，她穿衣服了，我很难过。她衣服穿上去了，没有裸体啦，她只是把外套脱掉而已啦。怎么快速接上我的电话？ L 一加上回上，然后再加R2。你怎么拿鼻子？我。那我要拿什么？你太看得起番茄了吧？不是啊，我看得起你啊！谢谢。他拿远程呢、欸，他不需要我帮他吧？哎、欸，全程我就只能摸鱼了、欸。我想要靠你保护我哎、欸。谁保护你？你啊？谁保护你？谁？你要安妮的指甲断掉之类的，我才会帮他补血。安妮，你要知道、欸，我断一只手臂，你都不肯帮我补血的意思。哦，你还有一只手可以吃补药，那还 OK 啦。这样子。那时候我们两个打到那个哪边，连线断掉，打到快哭出来。为什么会连线断掉？不知道啊，快打，好像快打死了，就连线断掉，就我死掉。啊，没有啊，那是天慧龙啊，天慧龙，诡异天慧，对，超难打，我的天。古早龙，眼熟。
啊？五爪龙啊？我看他们都说觉得蓝龙更有最后大 boss 的感觉。啊，又可以看他露脸了，是不是？露脸？是吧？你不知道？你看，你看，我不知道。这才叫你等级练上就看他露脸啊！你们这是也不用练等级啊？是哦。啊，我现在才意识到。完了，我要去把改成，我要改成猎人语了。我听不懂，听不懂。有你没字幕吗？有吧？有字幕啊。为了听达菲利。达菲利。他垫脚尖呢？龙人都垫脚尖吗？其实我觉得忘记他们两个关系是什么、欸。她是公主啊。她是公主哦。嗯。然后另外一个是侍卫啊。哦，那难怪。我是不该拿笛子。难请开个游戏帐篷吗？不要，饭都吃了。只要我不是最后倒的，雷的就不是我。帅吧？只要不是最后一猫。对。你看，你看他露脸。他是男的、哦。他怎么声音听起来都是男的吧？可爱男的没错。你是不是怪怪的？我突然想到剧情，他叫他先生，哎，对，他是男的。烈火。你是烈火。我们吗？我们呢？我们呢？苍蓝星。哦。好喂、哦，来了、哦，要吃左边的虫哦。我们的声音好听哦。棒棒棒棒。好了。站前拉拉队，走了吗？好了。我们只剩下两罐了。啊，你又喝不到、哦，安妮需要、哦。我喝。等一下，先吃怪力中二，不要。不用吃啊，我吃。还有广日话。看一下我还记不记得？哦，你这个是剧情，所以还有教官呢。我想说，怎么有人突然上双刀？我没有工具人了。我没有工具人。
想。咦？哎呦，有。晕了，哎呀，我的天！蓝妹，走开！你看我昨天特意去搜了一下教学那个红盾要怎么上，按了半天都按不出来，笑死！左感全没了。你就把它当成 FPS 游戏玩。对，我已经把它当成 FPS。我在打僵尸。我飞扑，忘记了。反方向！哎呦，我的天！哎，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眩晕的技能啊？我的天！他之前有吗？他一直把我打晕呢，为什么？哎，蓝妹不要！不行哦，人家女生哦。哎呦！哎呦呦，这什么？哦，龙卷风啊！不烫不烫。没事，喝啦，番茄，你还有人喝水？没事，你喝。你这样打，你这样打，你这样，你这样打，你这样打，你打你打你的。那有没有考虑追我？我忘记了，这怎么打？啊，要瘦身，瘦身怎么瘦身怎么按？我瘦不了身，哎，瘦不了身，我瘦不下来。球带我超烂，怎么带？超烂，乱讲话。哎呀！我记得好像后面有一个大招是一定要按那个大翔虫，它提示的那个键，对。我在等那个、啊。哦，还有 QTE 哦。哎、欸。也不算 QTE 啦，他就是会跟你讲说快跑，会死快跑，吓死了！这是我与蓝龙最近的距离。来了吗？来了吗？来了吗？它变颜色了，有人描述。哇哇哇！卡克菲的大菲林。我没有说中啊。其实我在走的时候，还不如说躺平算了，对不对？不要瘦身，可恶！
我是谁？我在哪？我是。哎呦，左一颗右一颗。开始迷惑操作，天哪！我在按什么？干嘛呢？猫咪你好棒！来了吗？哦，来了吗？来了吗？这是什么？来了吗？要问我哎。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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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按错键了。你怎么没死？可恶！我来。哦，是的，是。我还给你马上放一个东西。你刚刚没有按到吗？没有按到大奖筒。按到，我飞到一半我就死了。是太慢按的样子。我待会我顺便取个弹药。哇，感谢。不用谢啦，谢什么？害羞。害羞。我自己在哪里？我只看得到你耶，这是不是有点撩？完了！下来了，下来了。哎、欸，没有哎。你为什么要说谎？他样子看起来像下来。哎呦！哇！来，我再吹，我再吹。来！看不到我。番茄吹一下，我再吹。怎么？等一下。哎，怎么？哎，你又是满血吗？我是被撞了，撞了两下。被撞了两下。就好好躺着就好，你硬要起来耶。哎呀。哇，他在发什么疯啊！我的天，我滚到自己没有耐。番茄到了吗？到了。好。教官要落跑了，又到飞机了。躺好了，躺好了。我不喝了。下来了，哦，来了吗？问号来了，我们的救兵。ソティラメ、テドエディロール、ミハイタネ。喂，为什么不吃你药？他怎么又是他？我吃。你
要是传家宝。对。哎，这个我们可以抢他的车吗？还是只能番茄骑啊？我不知道哎。番茄，你们那可以骑一下。番茄，你去骑吧，你去骑他吧。对啊，有。哎，我可以哎。对不起，你可以抢他的车哦。我可以，我可以，不该我抢哎，可恶！我粉丝练好了。你是被击到雷拉吗？等一下，他一直击到雷拉吗？好了，我要下来了。他在 me too 啊，要不然再摸我大腿。不要踩错番茄泥上啊，因为这个双载真的是很好笑。因为这是你的叫法。对。我不想让他摸我屁股怎么办？你的教官摸了番茄的大腿。应该是我去教官的位置才对啊。对啊。然后教官在你的位置吗？没错啊。各位大祥球，完蛋！哎，怎么我没事？哎，我喝，刚好。他这个不是那个好像。我怎么喝不到？等一下，你们太远是不是？我傻了，我也傻了。他只有一次那个大招吧？哦，哎，番茄可以抓了，有用哎！哦，对呢，有用哎，我好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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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了，我没有背景音乐啊，好吧，观众吗？你没有背景音乐，还是这一关本来就没有背景音乐？有啊，我听得很嗨耶、欸！有蓝楼自己的背景音乐，我听得很嗨耶、欸。最后五千血，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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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变态，跟上去了。番茄，撑住！好险，我刚刚有拿乌龟。哦哦哦，他被拉住了！哇，大招被断了！哦 ，nice 啊！好险，我有拿乌龟。我叫抱大腿真舒服哦！你改过名字了，你以前不是这个哎、欸？你用我的吗？对啊。哎、欸，怎么推开、欸？我就是这个、啊、抱大腿。法律总。哦，对，要看要看那个、哦。退不了。对。你看，雨停了，看彩虹。哎，可以播了。我怎么蹲着？噔噔噔噔，天空龙神玉。没有。嗯，要不我？哎、啊，你有磨刀刀吗？应该是没有了吧？没有，完全、嗯。那就好。没有在磨刀的。那就好，感谢鹅肉，谢谢鹅肉。噔噔噔噔。哦，这边有亮亮哎！对，这里快来我这，快来我这，我这还有。怎么都龙米宝啊！天哪，你打他哭哎！哇、哦！咦咦咦咦咦！我，所以上次更新就是更新这一只哦。对，上次。那、啊、上一次是什么？上一次是
原初啊，原初绝营最后一只。哦哦哦哦哦。蓝龙后面就是他了吧？对，蓝龙后面是他。哇，又有玉，我的天！是不是没更新大放送了啊？他那是不是说那种长期不上线的玩家，他就多给一点？哎、欸，那合理耶。那为什么我没有？不合理。那为什么我没有？狼可以。不合理耶。对啊。可能。你只会来。长相问题。啊，我刚刚有一颗狼。好，我好丑。他说现在要跟加雷亚斯提督讲话，是这个吗？嗯，那应该就是原初了，可能。我怎么记得蓝龙后面不是原初啊？蓝龙后面是谁？但是没有新龙了。对啊，就是没有了。好像是跟了奎翼客服之类的吧？不知道。绝银龙。哦，来吧。对啊，原初了。哎，据说这只很难。据说这只很难。我躺好了，没关系。那、啊、我那我要笛子还是拿拿斩斧啊？看你啊，都可以啊。我问安妮嘛。七七二。看他想要暖男还是直男？你哇，你一千，你是什么？你是坦克吗？我的天，你这一千你打输出吧？你的一千防御力。我怕死啊！我怕死、啊。而且你要知道，我是没有在奎翼克那个呢，奎翼那什么，炼成。对，我没有奎翼炼成哎。你的装就是原本的裸装是吗？对，我就是，对对对对对。哎、欸，我记得我买那个啊。外观吗？对、啊、我记得我买那个很可爱的外观那一个、啊。外观你要自己再去用，它不会存外观。哦，有了，看到。哦，它不会。对。普通小营不难，真的假的？会出剑杀？谁猫谁尴尬？对不对？我尴尬没关系。那我接喽。而且刚刚稍早我们没有练习， oh, no. 我们是凭肌肉记忆在玩这款游戏。真的耶，这是肥肉记忆。对啊，还想想从事哪个剑？哎、欸，我们都是公仔的这个外观。哇，海刀旗。哈，猫车是我的了。哎呀，是不是应该吃有没无患的？哎、欸，不对，我还是不会切那个哎。切什么？切书哦。等一下我忘记我这边切不了书啊，切交换技，这边切不了交换技、啊啊。你要切啥？交换技，切交换技怎么切？我忘记了。我是 L 二加 Y B 啦，对啊，蓝书跟红书互换啊。我是 GL 加 XA 吧，好像。那我的两端看好了。对啊，你就原地进去下。嗯。那你要开始？好。那我们要不要开始？要不要开始 ？Go go。原连招很快，应该不会被秒掉吧？我近战呢，应该不会死掉吧？我躺下了，真的很帅、欸。我很快，我应该拿片手剑。嗯，他吸他血，没有他吸不了，太硬了。所以他剧情是说绝阴龙是好的，是不是？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寄生虫寄到他太不开心了，有没有？所以这只原初的是很强吗？它没有被寄生成功。
奇怪，你切切看，你切切看，点到近，你切切看，点到近，在哪？有了有了，你会了。哦，有了 ，OK OK， 好，我知道我知道。哈？为什么我血槽这么短啊？我是没吃饭吗？不是，很正常啊，因为我们要去捡虫啊。我们要吃鸟哦。对。吃鸟 is for the weak。吃一下。哈哈，小心今天没有捡那颗甲虫。不是，我捡走了。啊，交给你了。你忘记在哪边吗？不是，我忘记怎么捡东西了。我还在刚充气，怎样？为什么？怎么按？哦。我记得复影机那边有很多攻击虫。哦，这个。可是为什么每个游戏的技能键位都不一样？的攻击键都不一样。对啊，很烦呢、欸。我一直按到氪粉，可恶。建议吃鸟，好好吃吃吃。这张地图我还是走左边绕一绕就好了，还行啊。对。哦，没人要捡这个，我。灯笼。三个鬼火鸟。我等一下回家一趟。怎么了？我带到一堆香菇在身上。对。我带到普斯的那个包包。小胖安安。我要拿那个安眠蛙，我刚刚没有拿哎。快拿吗？拿个萤幕线。怎么会没吃满？天哪！哦，女人不要挑食，女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走错地方了。你等等，我等一下再来找你。为什么这个？你见到他了？我看到他了。兔兔，干嘛？捡到一只兔兔，道具箱，个人道具。啊，我满了绿的，没有，应该橘的没满。我每次都吃不满橘的，就是。橘的是偏右边右上。没事啊，你应该有款待吧？我们靠款待就好了。我也觉得。我还记得哎，天哪！哦，那边有一片，不知道谁掉的，我们去捡一下。去，龙蜜吧。好了，你怎么了？没有，不小心摔到他面前，我直接下跪。你看他看，等一下，吃口肉，吃口肉，别吃。不要啊！对不起啊！他们还没到。等一下，我等一下大哥就来了。番茄，你呢？番茄，来了来了。你还那么远？从附近滑下来我就到了。哎，不要，我有段时间等一下。很好，就不喝了。
リラメムーク、ボダラリアス。嗨呀！我先把，我还在吃鱼，不要啊！把虫打打水。你怎么变电的？哦，你要用电的哦。电的是会晕是吗？晕啊！啊，水是软化。完蛋了。完蛋了。啊，他怎么？我动，我这么快就摔倒了。我带啊，我带用，对吧？就番茄那个啊。带着蜘蛛乱跑，还记得吗？你不要记这个东西那么清楚吧？哎，我也没捡到。我开始乱按了。完了，我奎，我不，我狂龙阵没克服啊，很难受，加一下，难受。他为什么杀的还可以撞到我？天哪！哎呦，哎，骑骑骑！哎，啊完蛋！他怎么撞？我想一下，你走先撞那个啊，浪费了。我想一下，他可以撞到就很棒了。那我可以撞到我就很棒了。那我再晕第二次。你看，我好快速，哎，第二次，我看不到他的头了。哦，他干嘛？哇！跳了呗，这里没人要。人呢？好了，往哪边走？磨刀。樱花水晶逆行。前方高能。我的枪口没了，谢谢各位。他、啊、什么意思？我用到反击技。哦，那还好、啊。因为我记得看到有一个是很痛的聚合掌，忘记那招怎么弄了。威和。对不对？对对对对。他这样子长得不就跟普通的绝影一样了吗？真的没有背景音乐，是我关掉啊？应该是。哦，可是他这一次真的没什么 BGM 呀，我也是。哦，闪得漂亮，谁这么漂亮？姐姐吧，另外一个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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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番茄，你不是乌鸦，我不是啊！你、哎、是什么？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是有买拉登西亚菲欧里尼的那个皮肤吗？还是火牙、哦啊、还是谁的皮肤？他有啊，他有买啊。声音呢？我现在声音好像还是他吧。哎，他有病吧？现在他连打我六八哎、欸。
有事吗？哎呦！打了打了打了！什么？尾巴尾巴尾巴？哦，我想起来了，尾巴在哪？哦，看到了。他又红了。哎，你不要突然麻，我我对啊，气死！哇，我的天，哇，等一下，姐姐叫我，哎，我是麻了吗？你的晕了，完了，完了。我竟然还有晕安妮以外的人，来不及了。反而已经撒下去，可是来不及。我看到太少了。哎，他可以不要在这个斜坡吗？天哪！拉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了。他下来，他下来，好好好。哎，他们哇，他好恐怖。哇，这么疯的吗？喂，谁对安妮不敬？我来了，我看到了，是他对不对？哇，八分！哦哦哦哦，这什么？这是什么？哦，天降正义啊！我的天，天慧龙你好！哎，他怎么？因为他累了。拿命要他命！我只要一开机子他就打我，我不开他就不打，这有病吧？哇，安妮戳他，开枪！安妮射，欸，没有，有，安妮你好棒哦，安妮！你干嘛，啊？我的猫。等一下，我没有开电视。不能怪我，哎，我在鼓励我的猫，万一它有忧郁症怎么办？哇，尾巴，包尾巴，包尾巴，哇，我的天，这里，好了，我的粉，等一下啊，是啊，回去磨个刀，可以一起打吗？应该，我之后自己开再来打，我现在是朋友在玩，哪里？开挖了吗？尾巴有一个竖条，对，有，有东西。刚刚那是大招哪一招？天降正义吗？有流星群吗？哎呦，我不是很想过去。我不客气，你做了什么？嗯，没有，是谁做了什么？哦，安妮撒了一个粉，啊，我吃到他的粉，好扯。阿咪兔你，我没有。哎，欸，姐姐，另外一个姐姐不是你。好，菲欧琳姐的灯笼。这边是不是？过来撞墙，乖狗狗。哦，oh, ，nice！ 哇哦！蹭！哇，哦，起来了，太快了吧！你的头。Okay.
气到爽了。我才刚上，哦，你走，你走，让你。刚才有雕塑在这里。是不是只有这张地图才有白色矿啊？还是我太久没玩？白色矿，对吧？就很像。那个啊，水晶，啊，我们这里立哦，对啊，好像火山的也有是吗？不是，我说这张地图的这一，哦，的这一个，哦，那我就不知道了，没注意。哦，幸好你是资深矿工。哇，什么？我也是挂机出来的好吗？他好黑哦！这是要用我们的工伤手把。哎呦，好痛！哇，好帅！哎，说你帅还打我，没礼貌。他可是母的，你不想过。他在干嘛？休息吧。他在拒绝什么虫的？寄生虫的东西哦。对，刚刚那个 NPC 有讲。哎，他快死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好帅！对，打番茄，番茄说你帅。不是，不是。他好像把姐姐另外一个姐姐抓走了。哇，太疯了吧！我的天，这不是我吃在你的。我跟你无冤无仇。可是他好像变身之后，哦，打完了，他好像变身之后比较软呢。被虫咬，他没死，他是逃走。钢龙去哪？钢龙。可是就是要变云出。没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回去补一下。没啦，他说十秒后你要补什么？你要回去补什么？好吧。任务完成。哦，还有第二次是不是？二阶。很猫，站那么高。ソティ、エラクモール。え？为什么我没有完成任务？啊？你没看动画吗？我没看动画。你等下，你有没有接任务？等下你有接前置任务？接啊！我有接啊，现在是紧急任务，是这个没错啊。嗯，那你现在还是这个紧急任务？你是没跟公主讲话刚刚？我有啊，刚跟将军讲完话，跟公主讲话了吗？跟公主讲完话了。干什么？
这东西是不是讨厌我？所以我现在是，你现在是动画，我在看动画。你是不是按加号跳过了？我没有啊，他现在任务还是这个啊。诶，干什么？所以他不给你看呢、哦？他是多少叔叔？他讨厌我。哦，那是你刚刚偷跑回家。并非这样。我要打四生虫。哇，好帅啊，姐姐！变成救局。哇！这是打完了是吗？不用我自己打哦。小葵安安，我还在笑番茄的东西，对不起。他笑什么？笑什么东西？为什么每次都是你最特别？你的游戏特别好玩。你想玩吗？我的游戏间有。不要，你的游戏体验太……还是你要等我们看完动画？我应该要等你们，因为我在村庄里面啦、啊。你为什么会被赶回去啊？为什么？我不懂。他哭了哦，那是哭吗？还是疤？是哎、欸，哭还是四神虫寄生在他眼睛上？那有点恐怖哦。生化危机崛起。他走了，飞去世界二了。耶、yeah, ，荣誉哎！我们期待下一座。为什么你们都有玉，我什么都没有？啊，不是一定会有。我、哦、你没有？哎、欸，对。啊，可能我刚死过了。哎、欸，你有吗？哎、欸，你有玉吗？嗯，有。任务到场。你怎么可怜？好啊，好啊，好啊。哎、欸，我们出来了，你任务还是没完成啊？没啊，目前观测巨。据点进度还在 M6 的紧急任务，然后村长任务是一星的紧急任务，好嘞。咚！有人想跟我讲话。原初绝影的素材，没事啊，反正这个不是要多刷吗？对，不可能只打一次。对啊，他有武器吗？看一下，你先接接看吧。你先接。等下任务是，等下我换我接几级任务，因为我这边几级任务是可以。对啊。哎、欸，蓝龙素材制造的武器可以强提高。铁丝虫招式的威力，没事。对，好像是每次用铁丝虫招式打出来的招式是上升10%之类的吧？哎，不是，你知道这个铁匠姐姐跟我说什么吗？我已经成功讨伐原初绝翼龙了。哎，Hello。哦，你会打、欸？4孔哎、欸，天哪！对啊，他就毕业装啊，跟世界的黑龙一样啊。他镶嵌槽是444，哇！全部武器都有龙属性啊，那这样的话可以将绝音龙的拿下来了，对吧、啊？丛林、欸、感觉不错哦。我许玉只要一个而已耶，可是不可能只做一套吧？怎么加愿望清单？哦，有了，那个不是你不想要的清单吗？可是他没有衣服，对不对？哦，有哇，是外观吗？不是，叫原初哦，叫姐姐，生产房。血气是新人技能吧？这一套的技能。血气。血气觉醒。血
是新技能。血气觉醒才是。啊？头盔就血气三，哎、欸，血气不是吗？对，啊，你看衣服还有个血气觉醒。血气觉醒。嗯，血气是旧技能，血气觉醒应该是新的。那有他的珠子吗？不可能的、啊。对，看看装饰品哦，血气珠二，激励珠是什么？对同伴生效，整弹子，短时间内啊，这个是笛子的吧？还有金狮子的心脏嘞，旋律效果会在短时间。哇，弹劫二终于出了。弹劫二也好贵哦。对，你会做到这么浅啊？你们身上那些可以卖钱的东西，都卖一卖不就好了吗？嗯，我说你啊。我钱很多啊，个十百千万什么150万而已啊，个百千万，我的手码一直在震动，为什么？爸爸养我，这个、哦、来啊，你过来，你缺什么？来三天这边交易，一个一个拿，他可以一个一个给那个啊，给队友，然后不要存档离开，东西又回来了，算了，好麻烦，超麻烦的啊。你在说啥？这个里面就是之前世界啦，就是你可以把像身上的水给队友， oh. 然后仿佛这样弄， 对，啊，你不要存档离开。对，重点是太麻烦了。缓冲珠，缓冲珠不是好久以前的了吗？这个。番茄，你好了就接哦。走、哦，再来吗？好啊，再来啊。那你那个紧急没打掉吗？来来来，就这个，就这个。到底为什么？你刚刚一定没有跟公主讲到话、啊。有，我看到我右手边确定是这个六星任务的。我不信。奇怪。我不信。我刚测的是啥？这个吗？伊瑞利亚，你叫我吗？对吧，我啊。那伊瑞利亚，笑死！哦。等一下，我的狗狗怎么叫固热盾？我现在发现到。你之前取很久了哦。等一下动画就直接跳过就好了，因为我看你们看过了。嗯，你看过也，你打过看过就不会有了、啊。嗯。哦，抓到有新手。我就新手了，怎么了？谁在抢？武士在抢，怎么了？给尊重。等一下，我要回去换一下道具。好，嗨嗨，我滚。没事，等你出来，我愿意等。你。你滚掉了吗？没有啊，好，我出来了，我出来了，好喝，没事，你进去的瞬间我就滚掉了，还是我去算了。ラデミレモドアリ、デル、ムラトザオクル。一定要在看板接，所以他啊，所以他用快捷键接不行吗？啊，可是我有哎、欸。我没有，我是跟安妮一样是，我是用快捷键接，我用快捷键接的、欸。而且我刚刚是在看板接，没错啊。你是不会用快捷键接是吗？我忘记了有这个。哦，我们刚刚才在讲、欸。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啊。奇怪，个人游戏比较特别。啊，我游戏特别好玩，还要让我重复再打一次，好哎、欸。
没事，我还是要打、啊。如果要他的装备的话，是没错。除非你真的是之后就不想玩了啦。我不知道这款牌就是你们找我才会玩的。哎呦，讲的好像你们两个都是重新载回来的，是不是？是啊，你不是也是吗？我不是、啊。他没有啊，开都没有。我之前为了重灌啊，然后那时候想说怎么那么慢，我才删掉的啊，你还记得吗？哦。又发现说是有东西跟我的冲突高。然后我就改关在西草、啊。谢了，师姐。装回来喽。是要装回来，是好大、哦，我的天。对啊，世界超大的。所以下次要玩世界的时候，我要再把它载回来喽。就是世界，我是真完全忘记怎么玩的。没差、啊，我也忘。我世界就是用鼠键在玩的了啊。臭臭钥匙。看、啊、这边有一颗啊，白色的水晶。哎呀呀呀！哎呀，掉下来了！这条路真的是绿色会吃满。哎、欸，他是在这里耶。エラドクエ。等一下，我还没吃满。那我去拿另外一只虫，爸，那我去拿一下攻击的。恶心，你要跟我走？怎么了？我只是路过。恶心，你他跟在他尾随我，太尾随我。这个这边有三只虫，人抓走了怎么办？完了，太尾随我。好，快跑！还不摸蜂蜜，好扯！哎，被看出来了。我记得上面是不是有一只傀儡？我就是要拿那一只啊！你要拿是不是？来，你去拿，交给你了。确实，我知道另外那盒，确实有傀儡啊！我拿完了，我都拿完了。阿巴什么啦？阿巴，大家去了，真忘记要怎么刹车了。刹车？怎么刹车？你说空中刹车哦？哇，类似啊，我记得之前这边我不会掉下来啊，像，哎，好巧哦。对，这边有三个草丛。我好了，好了，我要吃个肉。好。好。欸、他过来了，他来了，我们在这边等就好了。嗑药，嗑药。嗯，我没有带。带什么？都帮你吃好了啦。我想要我的耐力，我饿了。有耐力？为什么有耐力？因为磁场会空啊！哦，有病吧！我的天、啊！放开那个女孩！哎呀，还好我够厚，天哪！他这到底是什么招啊？两个翅膀，一边一巴。回旋，然后再冲一次，搓，啊，再搓，好了，会了。我连钢线都转不起来，哇，猛哎、欸，天哪，哇！哎、欸，我记得那时候怎么玩的。你厉害！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非凡。好，乱他了。当又换鼻子了，我才发现。哇！发现你需要更大的安全感，而不是可靠的感觉。真的没可以走、啊，还是去下一区、啊？啊，没事没事没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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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边打这边打。哦，对对对对，这边打这样，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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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边这样。嗯，让我想到你上次要这边，我控制不了，控制不了，他一直走一直走，哎，你不要就好了哈。没事吗？打不到他尾巴。那我这一次的 BGM 真的很小声哎。啊！我是连听都没听到哎、欸！它有一个很淡的绝音龙的 BGM。我真觉得这次好没有礼貌，可恶！他是谁接的吧？什么意思？我接的比较没礼貌吗？好。哎，我是不是可以装什么技能？可以不要晕啊，那一局啊，三级是不是就不晕了呀、啊嗯？三级就是100%，每一级是30%。哎、欸，我把我切错了，难怪。走路，哈哈，什么空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亮亮，空姐很棒啊！怎么了？空姐，吴明安安，汉特安安。有，我路过。可以让人开个电锯吗？我的天！是啥、啊？撞墙！好了，快开！尾巴，敲他尾巴。哦，断了，男神。啊！我每次在空中就被他吼上来，天哪！哇！番茄，你的血条哇！我没有奶妈在救我，谢谢奶妈。哇！你的
谢你啊！太精彩了！干，我的亲姑通通都吃在你身上，你知道吗？我等一下，你好会，我等一下会打个饱嗝哦，都是水分的饱嗝那一种哦。等一下。哎呀，我喝不下了，但是有需要。喝不下了，喝不下了。我看单打过，后面暴走没有？是从一格。对，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不是吗？我又晕了，现在。可是晕很快就结束了，是什么？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先出来好了，这边不买了，比较惨。哦哦哦哦哦哦哦！哎呦！你怎么在找我？大飞力！啊啊啊啊！那我真的没办法了。快点嘞！怎么样？在那边喘。我是难解。哎、欸，不要走，不要走！哦，抓尾巴哦，尾巴在这里。哦，哦，这同步的声音。去拿。我还喝得下哦。喝完了。被番茄喝完了啦！谢谢你为我喝哦。番茄捡了金虫，然后我就屎尿了。尾巴在哪兒啊？我看到了。好爽哦，不用磨刀。对吧？懂就好。其实我觉得这只，不是很应该用、啊、空中电锯打啊！不要吃我！你这个禽兽，你是吃番茄啊？他比较喜欢你嘛？吃我！你接的绝音龙，吃的我脸红心跳哎、欸！天哪！我有问题哎、欸，上次更新有那个身体在装。装备在升级吗？没，哎、欸，就只有那个蓝龙那一次而已的吧。哎、欸，睡觉。那现在都用狂化还是什么？睡觉。啊啊啊啊！你睡到我了。那番茄绝影龙给你，这次给我。你等一下，我找一下他在哪啊？拍这。我会喝一下哦。我觉得我应该是啊，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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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吗？我先讲哎、欸，不好意思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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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坐下去喽。嗯。以后我要带那个什么活力饮料。哇，姐姐帮我挡了一下，谢谢。别倒路，他头好远。又晕啊，开心又麻，好可，好烂，好烂，我好烂。
我觉得我的装备有问题，我怎么滚的？我也觉得我装备有问题。好啦，看怎样，等下我们出去买。我是说安妮，不是你。因为我记得我有耐绝三的，不是打那个奎翼的要，怕要很容易被晕，所以。嗯。奇怪。那我根本不知道。哦，番茄没强化满，对。对，我们在想就是这个问题。你刚刚不是都说你还一百多万？我们现在是十级。因为你刚刚说蓝龙那时候还有再扩增一次那个装备强化，我就知道我没强化满了。盟友是谁？那个奈下都直接把我血全部满血爆掉，我觉得不可取。你现在几级？番茄，你怎么还有一件是六级的装备？等一下，哪一件？我看一下。你的脚还是什么？我看。啊、哦，不是啊，六级是你的那个花环，但是你其他有八级、九级。那我装备怎么回事？算了，大家看一下就好。啊，反正也是九级。我没差，我这不是装哎、欸。大家看到我们了，你知道我这件装备穿很久哎、欸，这件就是那个火牙水翼的装备啊，穿到现在、欸。什么叫火牙水翼的装备？就他们的衣服啊，你懂吗？就是火牙水翼的那个装备，我穿到现在。我在疯狂拍你。好了啦，只是火牙水翼的装备而已啦。那还在追你，哈哈他追了你，整场笑死我，好痛好痛好痛，不笑了。忙。只有我的装备是十级的，他们都是八九级的。而且你知道我还特地换那个防御力大的吗？鼻子。哦，对，我这套是防御装的。对。你知道是防御装？防御五啊。就是怕这种出金，第一次打我会死掉的怪物啊，还魔物啊，还是死掉。可以剪成精华，真的。我刚刚第三视角看到他怎么追反击，一巴一巴又一巴，然后追着满场跑。哎、欸，那时候不是私下还有打一次吗？我拿战斧，你拿那个风筝斧的时候，哦，我沿路被追啊。他又吃我这个变态番茄，你管管你的绝音龙好不好？哎呦我的天，没有用、欸，好吃吗？可是那个吃为什么那么不痛啊？不，哎呀！啊，大乔，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没有他，我刚刚跟他打招呼。哦，你说什么爱你哦？哎，你要死了，番茄。我看好了。哟！最后四千血，最后四千血，哇，这有病啊！我的天，是累了。我的
装备真的有问题。我怀疑我这是在之前在改装的那套装备，就改了一半。哎呦！哇哇！我不知道，我不回去。为什么你这次比较凶啊？你不回来了？嗯。你要安妮一个打全部。是要800多血，500。猫给你看哦。怎么你这次比较凶啊？他是超凶，还吃我两次，天哪，啊、变态！还是追我，变态！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你的粉丝？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我，是不是？哎、欸，所以他不可以播哦，就只可以最后结算呢。切啊！你有动画了没？我不知道，我还在跑。啊，没有玉哎、欸！哎、欸，有了有了，跳过。没亮。我的月亮不是说保底一颗。没，你的这我这样装有问题。我刚好看一下强化，可是我的这件不能强化了。哦，是吗？你那个没有再上去的。对啊，这件不能再上去。我这件是紫色的装备啊。外观。啊，好的，目前观测据点进度提高 MR160。来，你看我，这套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奶装，有没有很眼熟？等你好。好，等一下哦。没事。为什么我连奶爵三都没有？哇，他也开太多装备组合的位置了吧？大家都不打了，现在开这么多。找不到。好了，我强化完了，我应该不会再被招秒了，应该。我要怎么看你的？看成员清单吗？应该把成员清单里面。哦，哎，真的耶！你这完全是，这是姐姐还是妹妹的妆？他们那套是血多一点，是吗？你说这一套吗？我的这一套吗？对，没有，单纯就是他有广域化，有那些就整个是奶妈的装技能，我就穿到现在了，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穿这套跟你们玩，懒得去煮。我笑死，我的整个装备上基本上没有放几颗珠子，你都没。哦，你在调装备哦、啊。对，因为是之前调装备的时候，弄到一半就关掉了，结果白痴，我想说为什么我连耐绝都没有，一直被他打晕。想说怎么会晕？耐绝啊，耐绝、啊。那你先装一下，我先上个厕所好了。有人好啊？傻眼。有鬼呀、啊！对。
居然没放满珠，对啊，傻眼。没放满珠还没死过，太强了吧！游戏天才。也不得不说，这样好好看。啊，不是伊瑞莉亚，是那个谁，凯莎哦。哦，是更像一点。对啊。对，像。开始乱放。来来。阿比说要睡觉了。哦，对，谢谢提醒我。好，谢谢吗？笑。按。メロディーだ。ミニ？ルード？不管了，就这样吧。要不会死。哇，你刚刚都没死，不用了吧？刚刚死的只有我哎，不用了。还有我哎。我们现在我们还有那个，我们可以打，我们可以打七星的集会所任务，或者打活动任务。来呀、啊，来。哪两个？哪个？那个你没打，可是集会所的都是高难度，然后都是基本上是两只以上，一定的吧？哇，一定会猫的吧？太难了吧？我的天哪！就烈火袭来会被团灭，哪个？继续刷这只要说话的装备吗？哦，这个秋啦啦啦啦啦啦，他为什么这么开心啊？秋啦啦啦，这是高难度的绝音，哈哈，有东西比较好嘛，有才刷呢，我是小狗哎、欸。我们先打个别的。七星任务吧，打哪个？打这个。邀请盟友。哦，这个是单人任务吗？哎，为什么？哦，没有。高难度蓝龙，高难度还有蓝龙。看看。高难度蓝龙，我是打了是吗？什么？竟然接我的噩梦了！哪一次？集查。集查。集查就不用吃。我怎么啊？我怎么没有高难度的蓝龙？还是因为我没有等级不到啊？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记得好像有的人七星任务会跟别人不一样。对啊，像我之前有讲啊，世界的任务机制蛮奇怪的，就是我就是死都拿不到某一个任务，我是接入人才接到那个任务，因为那个任务是会有特定几个任务是每天随机给。哦。对。那是世界啦，崛起我。我不想被钢缠手，我们也来个失落代码。
高难度在活动，天哪！哦，是鸟，你多拿一点吧，不是补喽。你说我？啊，你顾好自己。番茄就我的话他无所谓。没有啊，我们死了不丑吧？我们躺就算了啊。那、啊、妹子躺下来不好看啊。也是啦，对吧、啊？不喽，我就没玩偏手了。对不起啦，也是烧到。这只还蛮大的。哇，它这么痛的吗？哇！哦，对，它是大银耶，银冠。我为什么没有磨到刀？我磨到了。你的威和好的没有用啊，白痴没相冲。不要！不要！哦，上不去这个小台阶，哎呦，练腿短。那是你的坎。哦，叠这边啊，他真的每次都叠好远，救命！对嘛，我们刚刚好像也没有看到回避距离，是不是？真的超装怪怪的。哎，装的距离真的就变好高哦。我想说我滚的距离很短。那他不是麻痹哦？他在发疯。买了。
你喷完了我才下来。去你的吧，恐怖！哇，你厉害，不跟你打了。哦，天灵，赚了，捡到了，捡到了，一趴，啊！来，锁火香肠，坏人，痛死了。你戳他！按你鸟烂，谁戳的？是哪里来的火球？蓝了。干嘛非要打死吗？可以抓了。哦，对耶。那么狠干嘛？杀性不要那么凶。先捡了吗？这一粒，嘿，捡了之类，好哦。哪个门子放出来？有人战逃，好扯！啊，被发现了！我只是回去补个东西，回来了。吃肉肉不是安妮，他怎么来不出来？我们打太快了吗？之前不是要等尸体消失才会来吗？这个不过的，因为他会嫌我们打太慢。睡高高，啊，消失了，出来了，吉他在这边。哎，我第一次看到从这边出来。我有带解毒吗？我有，我帮你，我帮你。有人只把我冲到，都没提过一拳。啊，你说什么？没有，我说你有办法。哇，但是那狗狗咬住它的尾巴，
不松口。啊，你戳他！啊，你戳他！撞 ！YB YB。对，晚安，你这边撞没错啊，撞得不错，哎，好远。对不起啊。哎，睡，安妮你好棒啊，安妮。完蛋，他一直说安妮，我不知道说到哪个安妮。啊？怎样？你是对哪一只有意见？没有没有，两只都很棒。你是对哪一只很棒有意见？没有没有没有，两个人都很棒，两个都很棒。这皮卡龙看起来好胖的感觉。喂喂，再甩一次，不要喂。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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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原本有这一招哦。大招不是很可怕来的，那大招会跟着跑啊，要走。哎呀，这个三连哇！我为什么要瘦身？没事，干嘛啦？我按出瘦身的时候，我想说不对，它是三连龙车，来不及了。是没事。啊，一个亮亮。哦，就这个！我靠！哎，按错了，安妮，等一下，走不掉哎！我按，哎，我按了那个回归球，走不掉啊，两次。我要喝水，我要那回归球，要死！等一下，我按回归球按两次按不到，天哪，我已经切到了，按不到。你的回归球很执着，他不给回耶，救命！我就想说，他应该快用大了吧？我已经切好回归球了。啊，两吗？你都别说话，我想要喝水，按到回归球，然后就结束了。很好笑啊，这只。所以我说他是我的噩梦啊。没事的，我们可以。哎，我的裙子没有强化到最大。他没了，真的耶。会了。刚刚我是晕的嘛，所以才按不出来。所以这个耐诀没有用了吗？他会麻。会毒会麻吧？会毒会麻会烧，是他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太会烧了吧！天哪，坏人！傻眼！我笑。
麻了，哎呦，三连。哇，安妮，那把皮子，看有没有抓着我的头感觉。哇，真的，这是千刃吗？好像千刃。千刃的把千刃的爪拿来做哎、欸，等一下，这个底色，啊，算了，直接看它了。走。走吗？走。哎、欸，你吃鬼人大的话，我也会有。会啊。嗯。好了。我要吃条鱼。我会帮你吃啊。吃下去。我没鱼耶，我讲。走吧。没位置了吧？要好了没？DLC 狗狗外观，对，值得拥有，感觉很赚。那猫咪跟狗狗是分开卖的哦，还有玩家的。有人妥协拿远程了。你想去远程的，但是一下就没了。我知道，就是眼神好难看重点，只有尾巴哎、欸。没差、啊，你这次反正打的那个痛痛不是吗？是啊。好远、哦，你好远哦，番茄。我没有不好意思，我没有加上。我滚过来他的地板。不是，我要等一下，欸、好我要去按一个随机三的金。在干嘛？啊？麻了。换卡了一下，笑死了。不要！哇！减肥成功！心脏漏跳一拍。要啦，阿迪啊！我是谁？我在哪？啊，闹钟响了，等一下。你的闹钟响了？对，好了，要卡比收去睡觉的闹钟。你连这个都特地设闹钟？对啊，不然怕忘记。
好哟。以八动三动，我的妈！我以八动身。什么以八动身？三动。好，三动。哈哈哈。三动哦。怎么又三动？等一下。我给你配的。没有。三动，三动不是魔物看你的时候才会发动吗？山洞的作用不是跟养弓差不多吗？不是啊，好像是什么比较容易成为目标吧？对对对啊，然后魔物看你的时候才会发动啊。哦，我也是类似养弓的。哎，也是啊，它是半个养弓啊。哈哈，快笑他！等我一下，我来了，我来了，来了。哪里？这里。哎呀，那个，那个。呀，有没有亮亮？然后我去补个子弹。等等，端安。天衣无缝啊。对耶。我还是觉得我的装备不对。嗯，算了，就这样吧。差不多，先生。啊！我的水，我的水，我的水，好。啊，你好，我的回归球。啊！啊！好。啊！那只蔬果下来了没？我在天上啊。哦。狂化，狂化，我到现在出了这么久，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试过哎。来吧，吉查。我天啊，吉查是棒棒的。你为什么要看我啊？人家是妹子。我这里有另外一个男的。啊，我心有所属啦。哎，我才讲完呢，打屁哟！我的心有所属错了吗？这龙有病，我的天！哎呀，虫坏了！干嘛啦？他真的很像那种脾气不好的。干嘛？等一下。我最近好像是比较喜欢你哎，怎么讲？溜了溜了。你看，有人跑了哎，阿青你有看到吗？有人回家球哎。啊？谁啊？等一下，你太远。谁啦？哎呦，我扩散了。安妮，戳他！炸不炸？没戳中吗？
抽中了吧？抓屁股了！有了！被夸繁星，繁星打晕了。不是安妮打晕了吗？安妮把他戳软的，然后把他头擦晕了。安妮当然棒啊，他没让他软脚，我怎么会让他晕，对吧？他又开始了，他这个龙戳真的有病。看你头上膜不会痛吗？我看着就痛。你他讲的不是我。干我，我。他怎么还这么多血啊？天哪！繁星，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啊！只是不可能的，我一定让他跟我番茄成为一个直线最短距离。哎、欸，我来。哎、啊，骑。哎，番茄，好，安妮，这里。来了。逃跑可耻，但是有用，对吧？一定的吧。我阻止不到他尾巴。我觉得你刚刚没看到他搞我的那一段很可惜。我还在吹月色的时候，他在搞我，啊，我没死，我很棒。你很棒。我走了。我还在吹呢。我没死哎、欸。哦，他真的想你想象的要。我看我没子弹，他不想要的范围要少很多了。我怎么记得他在？秘境那个地图，这个爆很大，哇！对啊，我也觉得很变成小很多哎、欸。我记得他在秘境那张图出现的时候，不拉回归球就很难活了，我记错吗？我开红斧，开个红斧，不要，小姐姐，不要。阿钱你很勇哎、欸啊，阿钱你真的很勇哎、欸，他一个弩手站在他面前，对啊，他要冲到我这里来了，我什么办法？你当霰弹枪在打哎、欸，好猛哦、喔！没有，当僵尸在打了，打破头了。反正最近二零古堡玩太多，就是很想要靠近打他的头。秘境比较小，秘境塔那个比较小吗？差不多吧，跟这个。嗯，可以抓吧？没有吧？他八趴了，可以抓。那、啊、可以了，好啊。放我放。哈哈，快笑他！捡东西喽。因为我刚他每次要变蓝头的时候，我都会卡一下。你是他的啦，他会。我会。刚刚只叫什么龙来着？也是在蓝头的时候，我就突然卡一下。焰狐吗？对。长枪很稳，我不喜欢用长枪。还慢，我也不喜欢。哇，我终于拿到今天第一颗荣誉了耶！哇，啊，为什么不是那个？那个焰狐龙的。我会看到焰狐龙大招哎，结果两次都没看到。嗯，
好像要打很慢才看得到。那这是靠赛，靠赛看。炼金术会不会有新的那个？应该不会吧。蓝龙后有一个，蓝龙那次有一个而已。多一个炼金术叫霸气，我不知道什么。对啊。不是回避性的、哦、你的粉红色气了，对啊，摸摸嗯，还要打什么？番茄要打什么？你问安妮吧，安妮要打哇！安妮亚，你要打什么？我刚想反问你，知道吗？我一等级，我肯定是不能接的、啊。但是七星集会所和啊，活动都可以，对。我还是活动什么？还有什么？全空白。比较有趣啊？真假的？啊，没在打。不是全空白，我都没接，那我没在打。嗯。哇，我将近六页的空白。活动啊？对啊。没事，打你的。哇。啊，你想打啥？我好一点，我两页空白。微风吹自己。啊呜！这什么？欸、有我哎、欸，锅炉繁星的稀有种。繁星的稀有种，哪一个？第八页，我看一下。啊，活动吗？哦，我看到了。疯了，打这个、哦、秘境哎、欸，一只一只又一只。对啊。我的红龙任务只有四页。我们要打哈？你是没接啊？你要去那个猫猫那边接完它，对，收完它。你要跟他确认有没有更新东西。离开打没有、哦？你没有看他的那个跟那个 USJ 的活动任务要下了我，可能之后要将那个太刀跟那个弓做出来。哦。你知道我说的啥吗？我知道啊，因为是在那个活动任务明年活动要下了，就没打不了了。哦，苍星衍生吧，嗯，这不是什么什么苍星太刀啊？这叫什么？是苍星哈？对对对对对，还有一把弓。是世界还是崛起？崛起。哦。到1月24，嗯，棒棒。好紫啊！这个天，双金狮子好像打了，剑眉吗？对，好像打了，好像，我不确定。好，番茄你拿。嗯，不用啊，我这边水满了。哎，你拿吧。我不要。他拒绝你。我先走了。番茄一个人吃这个粉，可恶！
没刚虫是谁拿的？小奈。刚虫谁拿的？我拿的，我拿的。我没拿。还是你拿，我一定笑。坏番茄，做事番茄。我不要，我要混。我们这个就不用吃鸟了吧？吧。哎，不用啊！啊，我想去捡那个青蛙。蜘蛛。蜘蛛吗？蜘蛛还青蛙？蜘蛛，还是两个都捡？你说睡安妮的吗？好，我去捡那一只。我要先打啥？哎、欸，打那只要捡，那只要捡，那只要。那这只、欸、在哪里？欸、那是钱吧？那只是钱，钱还好，还好。这是钱哦，对对对，那个八十什么？对。嗯。我记得八十是蓝色的。番茄不缺，这个钱也给很少啊，那没差啦。啊。我也拿不到，可恶！那我在哪里啊？我怎么发现你这个？番茄姐姐自己去拿。好巧，没巧。怎么上去啊？等一下。在哪里啊？它在上面啊，我上不去。没事没事。怎么上去？啊，我们要在地下道生活了耶。这边没有大象虫吗？啊，这里这里这里。靠你了，繁星，我们上不去了。这边啊，我们被困在下水道啊。回营地不会啊啊，那边我都会带爆桶啊，就是因为那边有那个钱可以，那边会有藏宝箱啊，宝箱那个敲破的话有那个钱可以。啊！花钱没有让保护人家妹子。为什么？这是上不去的问题。番茄趴在地上给他踩。安妮，不觉得后面比较好爬吗？哎，我看到那边有一只蜘蛛想捡，可是捡不到哎、欸。啊！算了，番茄捡。你捡屁啊、喔！不是啦，我掉下来，我学你什么？我刚刚是同一个位置掉下去。哦。好了，我捡到了。他来了，他来了。我到了，我到了。原来这里哦。哎，没有哦，八。请问是打哦打这两？绿银龙先。这个留着好了。好丑、喔！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自己？闭嘴！没有啦。你看不到我。嗯？去哪？走了。走了。他。哪里隔壁啊？隔壁旁边有羊。不要在那边威吓，快打我孤儿盾！隔壁吗？要回去吗？对。哎、嗯欸，等一下，隔壁有人。他来了呀，那一只。哎、欸，我按到，按错是。跑掉了。
还是觉得这只比较好看。红色的哈。原初不好看吗？原初比较。就是比刚才我们打的那只。原初的黑色比较淡吧。啊！你要被吃了。为什么？为什么原初那么喜欢吃你？就是那么喜欢吃你。他进去里面一点。我是绝血日常。对啊，我又被吃了，那很奇怪。我怀疑他是不是吃不到另外两个博士。哇、哦，他怎么这么愿意跑？我身上这个滋滋的电是什么？水晶龙电吗？我记得不是有带电。对、啊。水晶龙哪有电啊？欸、那个电是什么？不知道，我刚上一直滋滋漏电。好了好了好。我的电锯漏电了吧？哎呦！跌倒要讲那绝音啊、哦！这个回避距离才对嘛！我的天！刚刚滚成小狗。换我了，换我了，换我了！我爱你了，你在干嘛，臭流氓？你这个是设置的什么时候被斩啊？被魔物束缚啊，对啊。笑死！那看来我平时都没被束缚，你都没有注意到哎。来看你哦。嗯，那是。谢谢谢谢，被夸了被夸夸了。
我自己在哪里。老花了吗？我是。啊，我不觉得它比原初简单呢，就也很好动啊。我记得很多人不是都比较难。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但是这个刚刚是有写它是高难度。哦。你要骂脏话是吗？你似乎好像也是差不多吧。放开我啊，禽兽！魔物是禽兽没错吧？是。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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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自己喝，我自己喝，我自己喝，我自己喝。还是有帮你喝哦。那个店是龙日常吗？有，我刚刚帮你吃了。哎、欸，顽强跑吧。而且，没事。嘿，怎么的？没事。叮，阿美的叮。叮，没有。没有，还有一次。没有。四个人。对，三个都没有。我看地上这个吧。叮，全是重壳哎、欸！天啊。嗯。哎、欸，那只猫头鹰还在、欸，还在这么久的哦、喔。对，它在上面吧？我好像看到它。哎，混沌黑石会有点难哦。算了，你没扔到他吗？没扔到、啊，距离变好近哦。嗯、我的虫虫，我被什么东西？你躲下来了？我不知道。被好了。没有没有没有，他刚刚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弹了一下。我直接下被强迫下狗哎、欸！哎、欸，我的狗，我的猫不是哦，它叫翔虫了，你去捡。它叫什么？它叫翔虫出来了，看你要去捡。我没关系，我带了那个什么。哦。变翔虫变绿色的那个吗？蝉身，对对对对对。那这样子，它应该一半吃。一半吃那个陷阱才对啊！哎，打死了，打死了！哎，那我去，赶紧去吧。我去哪里？我哎，你快，你快请，你快请，你快抄，你快抄。我会温柔一点的。啊，我想说，要怎么打？我想说，我先回去补个水。哦，想说你之前说补，你玩这个流派的话，要让你抄。对啊，因为我没办法，我打的伤害那么低，啊，你们继续打我磨刀怎样的，其他让我来。你看，我还记得哎、欸，你被我骂的哎、欸，你被我骂起来的哎、欸，他是怕火的，我记得。哦，东西子。嗯。哎、欸，水球又好嘞、欸，水球虫又好。我们可以不要在桥上吗？我觉得我会。对啊，去吧，会尖叫。那走吧。哇！他来了。来了，第二个水球虫，哎、欸，等一下再打，拿火箭。它重生了吗？已经。哎、欸，对，刚刚捡到了。金狮子出现了。水球虫。哦哟，这个在乱砍一通。奥利奥，
他还想撞我，小笨蛋！你要去哪里？他要压你了！哎呦！哎、欸，我记得他的好像有个紫 buff 是挤满会怎样？那个你的伤害彗星好像变低还啥的忘记了。哦，反正就是都不好啦。啊，好像补量也变低。哇，他叠得好远，天哪！天哪！像我子弹可以穿树。要叠的。这边好危险哦，安妮，坐下。我想要碎步，直接放你的爆竹，两个都下去了、嗯。我可以让他下去。你不要有这种邪恶的想法。对啊。有。再拉回来一点吗？这岂是你说能拉就能拉的？来玩。来，鸡、欸。超龙。嗯，这边有一个。你要其他换区吗？啊、哦，可以。这边比较好抓。啊，他的脚一直在挣扎哎。呜呼，铁三号。哎。我把他壁冻死了，现在。哎、不会，不准。如果在，他壁扭在上面看。嗯。反正你是什么？你这是什么敌呀、啊？怎么长这样啊？这个，这个是那个啊，破晓的。哎、欸，崛起的、啊，崛起的那个百龙敌。就那个啊。长这样嘞。对啊。這是白龙、啊，是那个什么吗？那个狸猫，我就在狸猫啊，会放屁的那只。看起来很像那个我们那套玩偶的耶，很像哦。而笛子那个、嗯、笛子的玩偶是那个空龙，空龙，对啊，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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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感谢沉迷酒团，等一下。傻了傻了。你是饼干哎？对啊，我是饼干。有用吗？我没用，这样算半瞎吧？他没瞎，连瞎都没有。他没眼。对耶。他没眼。他有啊。嗯。他左边的眼睛是红的哎。黄色馅料的那边是眼吗？啊？因为黑石没有吗？我不知道。对，黑石没有啊。没有眼。你早安呐、啊！他怎么滚那么远？哎，爪子不要！他是不是在挣扎，对不对？他是踢到我，把你拨开，拨开。他不让我放炸弹嘞！哇，安妮戳他，安妮戳他，戳！他不戳哎、欸，他在干嘛？他在考虑。哎，戳！烂嘞、欸，烂嘞、欸欸，安妮！再戳，再戳！他收起来了。哦，他让他买。看嘛，他会晕，他会晕，打他，打他，打他，一直打，而且打他会晕。哇、哦，安妮好棒哦，抽不到就晕他，天哪、啊！哎、欸，黑石龙是古龙种吗？古龙啊。嗯。他应该要，他刚刚一半可以踩啊。对，他是他，我知道他不是啦，天回才是。
看一下挖几次就知道了。哇，你好聪明啊！谢谢。两次，三次，有四次吗？没有哎，点到了一个果实，白痴。我也是空心果实。对。哦，你有时间打推荐了。哎，复制贴上，然后 RAID 揪回去。好喂，吉君安安，怒怒安安，真真安安。S 一也开始安安。不会念，不好意思。魔物猎人语，对，我一直都是用猎人语。对，我也是改成猎人。没料。好诶，一颗。有料。没料。武士装备帮我偷到的。哦，猫咪帮我偷了什么？反背的双逆鳞。背反，啊，不影响阅读的。滚！黑石是古龙吧？不知道，黑石不是，混沌也不是。能挖三次的都不是古龙，但是，哎、那个谁，明灯龙却是，好可怜。明灯龙是古龙。啊、明灯它是它也是幼体，对不对？对啊，那它就算。对，我之前是判断是说四只脚的大部分都是，可是黑石就不是。没错，黑石它是唯一不是的。好像说奥利奥的故事很可怜，就他卡到一半，要进化不进化，他很难过。对。进化不成会死掉啊！像这个就进化的，进化到一半。小灯是小刺刺的幼体，我们是只打过明灯，对不对？你对啊，明次还没啊，明次要活动。没有，我们是打死。你那时候播得很开心啊，雅思安安。宝宝，你们累了要说哦。没有，怎么会累呢？会啊。你会累要说哦。真的会累要说。我是觉得我的武器伤害好低，好奇怪，好难过哦，大哥。不要打得比你软，比你不痛，又有自信，对不对？不是他，尾巴破坏，觉得很怪哦，套装。然后本来想昨天临时去抄个作业，发现也没有什么人在发毕业装版的电竞，抄不到，又没有人在还。江龙哎，你说你伤害低哦，那我帮你改动。我有个叫做吹了姐姐痛痛跟吹了姐姐硬硬。一个加攻击，一个加防御啊。吹了姐姐硬硬，感觉很棒哎，很棒。这套不是毕业装，不是哎，我这套是蓝龙前的装，蓝龙，对，蓝龙前的装，对。哦，怎么是这张图？都在洞窟里面，有没有？有一只在外面。
先哪只？冰咒。冰咒船雨滴又到了。嗯。你得好。哪里啊？这里。这边是什么？我不知道。迷路了，完蛋了。啊，那叫钢龙哎，他先钢龙吧。好吧。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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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危险，不会啊。你们怎么可以歧视爸爸帮小孩子取名字的东西？他们都不捡的啊！我想说，我还在捡的过程中，他们冲了，好吧，跟着走了。他们会死是我的责任。风压无效哎，赞赞吧！赞！哇，打钢龙就需要这个东西。我这个就没有耐力，那个啊，消耗挺少。而且我们没有敌，没有攻击。你拔刀的动作有问题。飞哪去了？哦。哎呦！哎呦！我的天！他真的很坏，他把你，他一条把你是什么？空气枪。他把你一条线把你吹起来之后，还想要吐你一口痰，天哪！坏死了。好了吧。这边不太好撞哎、欸。这边不太好撞，可能去那个。确定。撞得到吗？哇，老司机耶！确定。老司机，带带我。来，这不就在带了吗？我之前有一把毒电制的，可是应该也没更新。现在要打的是钢龙。晚安。对，我的天赋不上装在哪里啊？奇怪。屁啦，我都已经闪开了。尖叫！哎、欸，他怎么会红红的？什么东西？他跺脚，生气的跺脚这样。我们家真的一直落单。他走了，他去找，留不下。哎、欸，啊，电脑。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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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二师兄，救救我！怎样啊？这只钢龙，
有点踹掉吧。我已经连空三次了耶，天哪，他到底在干嘛？大胖子。哎，钓鱼。钓鱼？哎，没有中。哎呀，没有撞到哎、欸，可惜。变火毒，哈哈，笑死。为什么？把火的招打到他。你是火敌吗？我不是吧，签证。哎，好像是哎、欸。变成火了。我知道了，是在打这只钢龙，真的好难打。不会啦，真的有那个那啥钩爪之后好打超多的。干嘛？对，我这个是吉龙的底，有毒有火。哦，你毒到他了耶！哇 ，nice。还是不好用的。哎呀！咖啡的，哦不，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哦，安妮是不是在那边放那个？什么？抽奖。对，我就看到盒子出来了。欧软安安，他又要走了。来找我，我天哪！繁星，繁星，对你不用过来了。喂、喂，他外面不是在里面吗？哎、欸，这是哪里？我要怎么过去啊？帮我们走。迷路了。等一下，这里是。哎、欸，等一下，这里是起点。等一下，这是冰走。等一下。哎、欸，怎么走？等一下，迷路了。那个洞吗？是吗？啊！走开啦，冰走。哦哦，要跳到，要上去啦，上去二号区那边再走过去啦。发现你再忍一下，不是你们刚刚直接回营地就好了。最好听那边好像有一条路给我往上。发现你再忍一下。没事，他跟电龙在打架。谁被敲了？能聊操一下吗？电龙来了就不要躲了。好多掉落物。我后面有一个人一直在打拉萨，打拉萨，一直在疯狂捡东西。喂，打麻将，打麻将。打麻将，三千一。蓝了，蓝了，蓝了。不知道谁了、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打谁。哇，拼凑真的好漂亮。哎、欸，超第三只。哎、欸，哎、欸，你，还是我攻自动攻击啊？我想看，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去打钢龙下来，打钢龙就对了。打那啥，打那啥啊！快点，最后两百滴血把他撞死，撞他 ，nice 啊！为什么发动钢心啊？是谁在搞我？这电龙不走哎、欸！天哪，恋战哎、欸！你过来挖，不然他会呜大宝玉。哇！冰咒干你屁事啊！哎呀！哎呀！去死啦，冰咒！哇！你龙挖好了吗？高龙？没有啊，还是好。大家快挖！他瞎了吗？不知道哎、欸。不然要消失了。有快挖！刚有消，刚有消。刚刚安妮挖完了吗？我挖完了，挖完了。哇！我快挖了，边走一直吐冰我。哦，难怪是喷尸体。好了好了好了，解除。那我。跑了，哎、欸，没有。怎样，小姐？喂，哇，我滚过去吃他的冰柱。我也投的是雷狼龙。我投的是金雷风雷狼龙，啊屁啦，可恶！嗯，他进去了吗？没有。他想死。哎，在干嘛？他可以丢雪球吗？我看看哦。没有哎、欸，他自己也会学。有。你看谁啊？我跟你玩个错，你不要看着我，谢谢。他的大招是全屏结冰吗？对。然后以他为范围中心绕出去。哎，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哎呀，痛啊！我怎么补不到你？你是距离我太远？是。我太远了。闹他。何必？啊，脚吗？坚持吗？对，我、哦、猎人脚麻了。这游戏真的稍稍不玩就打好烂。这好小哦，崛起的兵。你说跟世界的冰咒比吗？对啊，冰原的那个刀也是啊，比起核弹多。哇，先挡到一下。
我怎么一直打坏啊？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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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丢哪丢哪，繁星啊！繁星你好丑。你丢了什么？洋葱，那往前抽会爆的那个。真咬我屁股！我看快咬了你一口。很温柔的咬了你一口，屁股痛痛的。满屏的冰，恐暴龙的小分，冰的 debuff 吗？不知道，好像是锁你的翔虫慢一点吧。对，翔虫会回很慢。所以我刚开始碰你们吃，你们没感受到吗？哈哈，他回来了。我以为他走了，可恶！我收到了。哎，你的。阿屁来这走了。对呀、那是我放的，要放的，没事，那是我，你们不会放。我们不会放下自己手上的武器的。没事，这样排行。Oh no！ 放大家好听到。滚到空气下。看到我出去。打不到他。我去哪？我去哪？还好吗？他们怎么一直在这个小角落？那大家吧，里面可能有蛋。他就是，对啊，他就是孵蛋，他就是保护他的孩子。幺零安安。白雪小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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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是把敌是硬硬还是痛痛啊？痛痛。感觉我也很硬嘞。来看我等下检查一下，来那个安妮这边来检查一下。那是硬硬，应该是痛痛啊。来，哎，超龙，好。我等你把它弄下来，我才放开这把剑。等这里吧。蓝头了，应该是来不及断了。这什么声音？安妮戳他！都是你的声音。戳他哦！安妮戳，两，哎，尾巴藏在里面。之前改的这个猫猫抽签是不是说，如果整个团队只有一只，只有一个人带的话就还好？哦，好像是，就是说，因为之前太强，所以大家都带，然后四只基隆炮猫猫就很夸张。对，那好像他削了之后一个人带就还好。那时候真的很快乐哎。真的耶，那四只基隆炮妈妈看谁的妈妈？哎、欸，玉哎，戳得中。那时候人手就一只猫，现在变了，现在大部分都带狗，因为狗可以赶路啊，对吧、啊？狗还可以打架，还可以卖萌啊，对吧、啊？你看，有没有加攻击力？对，刚好有看到攻击力 up。对啊，这是痛痛啊。那硬硬可能是你本身的问题。你都会穿插法印章了吧？不对啦，高难度也没有那么难打嘛。嗯、对嘛，刚意外呀、啊，不小心死掉。不是刚刚那个真的是意外哎，我死在那个位置。你刚刚是被他哪一招打死的？不是大招哎。对啊，我应该是起不了身的那一种吧。一起来被打。有人想跟我聊天？谁？有问过意见吗？我可以跟你聊天吗？哦，大家团战。两只金狮子的任务，我看一下啊，我记得我是打过了。哦，这是什么？两只节节喵，节节喵是吗？那个什么节什么节节怨轰天怨虎龙，就那个一百等的时候打的那个，对吧？好像很刺激，变天哦！这只哦，两只奖金狮，要打这个吧？来啊，来啊！哎、欸，斗技场哎、欸，这感觉很刺激。我要带电耐性，我要吃电耐性的。我是 PC 吗？现在玩的是 PC， Switch 也有。这个很有趣，嗯，你这个有趣、嗯、啊，这个不会是健身套装的那个外观吧？电美是吗？因为 那个 PC 的
健美好像也是打两只金石，就可以看到你的小腹肌。而且肌肉那个委托人叫肌肉狂热人，那就是，他就是穿运动内衣，然后露腹肌。等一下，是两只同时吗？没有啊，两只同时，两只同时，对啊。死了！我要带回家预防万一。我要带回家预。OK。他用掉了。等一下。没事没事，保险他多，保险多留一颗给你用。没有，他怕我们拿走，赶快用一用。好了，走了吗？好了，他们两只先挤在一起。我靠！有压迫感耶。他们两个怎么一样大啊？有一只比较小吗？没有，我也一样大哎。一样大哦，喂，下来就射杀，哇，他们有互撞，他们互打，谁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你？生气！我真的觉得你的狗很好笑哎，番茄，它每次都吃到人家头上。它不是就是要断大招吗？对，应该是给它带了那个什么，就是嘴上的那个武器，咬在那边。对，假牙。我已经有点忘记了。刚你是戴假牙才会这样子啊？戴假牙。给猫戴假牙，我可以给狗戴假牙。给猫戴假牙。等一下，你们打的是哪一只啊？妈，随便打、啊，是哪一只？随便打、啊，这很难。它不像世界啊，可以带走。是把他们两个分开，可是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去打，我来啦。好，可以啊。番茄。爬上来，番茄，你爬上，哎、欸，可以。完了，三 P 啊！躺好，你躺好，你躺。怎么三 P 四 P？ 我在你旁边。等一下，这只疯了。手臂硬化。第一，安。转一圈，哎呀，明知道了。哎、欸，过头了，呜呼，一千了，哇，好爽哦，哇！我操这一只！举不到它，可能啊，它好小，举不到它。你是不是就是骑车后就一直用指导就可以了？对吧、啊？那最痛的一张，也是最距离最远的一张。那还搭生气才人呢！哎呦，原来这只已经不是骑乘状态了，我就没了。搭飞的是什么？
他大招是什么？不记得。哎呦呦呦呦呦！他大招不是应该会撞来撞去的吗？好恐怖哦！啊，斗志强，我们应该带猫的，带狗有什么用？有大嘴巴。安妮，开枪！假牙咬。安妮，快抽！快抽！啊！我一直被扇巴掌，有吗？啊！不要啊！啊！不要！不行，我不能。他们两个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哎，关掉，关掉，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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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扁他。Nice， 打这只。怎么你滚掉了？哎呦！不烫！哇，他的手硬的跟什么一样？我只看他的脚，手真的是有毛。哇，好像在有繁星战，我们不用魔方，光是舒服很多。真的，近战忘记就是可以省做一件事情。来了，那边走过来，看到你喽。啊！我之前就说不用近战打这只，它太好动了，我追不上。可是我觉得拿青弩打他，应该没有比较好，应该挨不过他一张，对，直接死亡，不要。天哪！你还好，没事。哎，我现在被打到收刀。躺好这句话听起来很色啊，讲错话了。你觉得躺好好还是趴好好？你选一个吗？你趴好。我觉得番茄真是觉得趴好好。哎，怎么有两只？哎，他开大，等一下。我要不是金狮子吧，总是在另外一边。你是金狮子，金番茄。哦，这个是他的大招。对，这才大招。山下这个，哦，想起来了。太刀也很好打，对吧？等着他冲过来就好了。但是我电锯的话，追着他砍就追不上了，他好小一只。在这个图还好一点，在冰原的地方。哇！啊，熟悉。巴卡车，你说什么？没。很好去世。我说要出事，要出事。你看，靠不了。他们同步哎。那很恐怖哎，他很气势。我说是角色这一方面，这是不是要歧视的人？吃好吃满，哇！刚好，我要蓝头了。已经蓝头了吧？
怪，他那个三连冲不是大招。可以啊，我是我头上有血量啊，另外一只会，因为他的、他的，你们可以看，我看不到、你的那个是跟着走的，是不是？嗯，那好像比较好哎。啊，我设成固定的。对耶，好聪明啊！我什么都没有动啊，原设定啊。又要一起死了！等一下，完哦，我晕好了。哦，这个画好好绿哦。我以为反正要去了，刚才。我以为。卡车来咯，哎，不是的，好，被车撞。哎呦，不要再跑了，金丝丝，过来嘛！是我，是我，这边啦，不是他啦。不要再撞我了，你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动了，我受不了。嗯哈哈，笨蛋。等一下。他二到三次，好不一定哦。好、番茄 solo 一只哎，天哪！你这是快死了，我想。结果我也没有打多少级。结果没打多少级。他们俩在互殴，跟夫妻吵架一样。嗯，夫妻。讲错话了，白番茄。够意思了。金狮子是用什么性质啊？我记得掉落是不是会掉出来？地洞，啊，地洞，要看啊。那是现在这个情况要地洞。对。但是他那招从天上砸下来，那招会破坏你的地洞，很坏。他蓝了吗？可以抓了吗？哦，还没。还不行，还不行。那么高，有病哦！因为我在天上，不知道啊。瞄准你打哎！天哪！哦，
笑死！他要冲，结果开栅栏门。而且你那只，你跳得过来吗？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啊，你在那边，我怎么可以不过去？算了，我们都见了。不要算了，都这样对我。没有了。连环巴掌的吗？哎呦！他好像都只有两次哎，这只是扫雪的吗？不是，这只是血多的。没有扫雪就另外一边。OK。你说我们这样看他们是不是很作弊？等一下。哎，不痛呢？哎，我闪他。你闪掉他是不是？我想说，我怎么啊？怎么可以这样？不要番茄一根跑过去打哦！果然眼睛狮子，果然。电视不会弹刀吗？弹到他那个喉咙的手臂还是会，但是头和屁股就不会。嗯、那什么武器打他红手臂都弹刀吗？钝器不会啊。哦，同步同步！哎呀哎呀，打输了。安妮射他！那你很恐怖哎！有一只可以抓了，这一只可以了，好险，那只可以抓。可是我已经放了，它一直过来。放哪里啊？后面啊。在哪里啊？你的地洞？这里。你引它过去啊！我看到了。看到了。他要进了，他要进了。哎、啊、嗨，他做不进，笑死！完了，另外一只，你滚远一点哦。有什么看的？去你的吧！可恶！这机器是……哦，不行不行，他要进去了，他要进去了！笑死！怎样啦？到底？啊，没了没了没了，没了，被他拆了！哇哇哇哇！哇！哎、欸，我没水了，我回家求你们。好，先自求多福。我们自求多福。先跑。我觉得我要被他撞死。还是都回家求，都回家求啊！番茄，白痴！番茄回家求了。番茄，你知道？嗯。你知道有回家可以用回家球的吗？你可以不用猫回去吗？你是不是瞧不起我？那我是被另外一只撞飞，然后我想到是我升起来，结果另外一只往我这边撞。它其实好像是一大一小哎、欸。我看两个就抓到了，抓到，换另外一只。抓到了吗？Nice！哇，我一下然后被它打爆，真的。不要这样！讲完。他剩多少趴？37。哦。你帽子删了吗？我没有装回来啊。哦。没差啦。我再回去拿陷阱啊！番茄撑住。他不要再中两次我都可以。我还有一个地洞。我怕意外啊！再拿一个。我喝到樱花药，等一下。哇！他去看那一只的尸体。了，防御力 up， 这样就弹刀了。
追不上。哇、啊，这时候好怀念七魔。对，他就是尾巴，就是已经不见了，所以你打他尾巴不会让他消气，就是这样。所以不能打他屁屁让他很消气，很麻烦。啊，拳王吧，你是天哪！哦哦哦！尾巴是被谁扯掉的？它是被谁扯掉的吗？忘记了哎、欸。谁这么晃还扯人家尾巴？真的打不到他，我要吐了。他快了，他快了，再撑一下。对不起，吐出来就好了。按错啦！我有时候用类比那个选道具的时候啊，它都会回弹到反方向。哎、欸，我也会，我就觉得想说是我的遥感问题。你说什么注视它吗？还是什么？没有，就是那个我用类比选道具嘛，要补血啊。它结果每到补品的时候都扔到闪光弹，然后是放到陷阱啊，会回弹回去。你是说你用那个转盘那个快捷键吗？ 对。我每次磨刀都要按两三次才按得到。就是往上一直戳戳戳戳戳，没戳好的话往下打。哎、欸，它可以抓。所以用键盘的人可以用按一个键就按到，我觉得很方便。把它丢了，天哪！你过来呀、啊，你过来呀、啊，不会怕的。过来啊！你过来啊！你过来啊！小笨蛋，哎、欸，打到我了！最大尺寸钢琴，谁、欸、啦？怎么会爆？有爆玲珑，有爆玲珑。哦，这次用霰弹打好辛苦啊！我的天，你要换吗？冰结弹，用冰结弹，亮亮的，哇，两颗心脏哎、欸，应该是固定的吧？屁啦！你们有人偷心呐、啊啊？有小偷？不好意思，我有两颗哎，所以这两只金狮子总共有四颗心脏，你也两颗哦，完了。還我两颗，还有问题。这一定是两只母狮子。可身材外观健美极了。哎、欸，看看 ，Oh my god！ 你会喜欢，一定很喜欢。看看哦，嗯，健美特殊防具。哎、欸，诺英安安。哎、欸，哇！等一下，怎么这么粉？啊！太好笑了吧！哎，我们的诺主播啊，一定要推的吧？因为会有染色，对吧？有粉人。身材外观，
哎，我怎么找不到？它在哪里啊？它什么颜色的？它在特殊房间，你生产外观房间，然后特殊房间啊，特殊房间。你应该是红的吧？如果你有染色的话。哇，你们几张票啊？我三张，我只能我一张。打，懒游戏。再打。练游戏。人三就代表我们还要打四场这个近视子哦。还好啦，不是我红的好丑。皮肤怎么那么黑啊？天哪，等一下啦！我贴地基给你们看，我红的好丑。我是粉的，好可怕！为什么你们是啊？预设是不是？好，我也不知道。我的是粉的啊，那我还好一点，我是身上抹那种油而已。啊，他崛起的腿也太粗了吧！这看起来真的是抡大锤的耶！这个啊，世界都没那么丑哎。可是感觉他 上半身还好哎，就是大腿太粗了。对，大腿很粗。那就我就这样穿了吗？蜜大腿。我有咪大腿。还有什么外观的我们没有打的吗？好像没有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一定是一大堆比较多啊。就照你的就好了，我们不用理我，不用理我们。想打个轻松一点的。好啊。什么比较轻松？好像是我上摸那只好久没摸的东西。世界真的比较好看啦，崛起格斗天王出来的吧？都很愤的这些怪，来摸摸。愤怪，那这个好了。等一下，你吃太多了，放我走，这只笨鸟。你在干嘛？哎、欸，摸那只猫头鹰呢？哦，上面那只哦。对啊。这两只我要换青龙，我不管。青龙 YYDS。我怀疑他是用好鬼拿去做的肌肉，感觉是一模一样。你好丑，你呢？这件武器跟那个好不配哦。哦，我换变手。就配了，他换片手就好，啊用拳头打。好啊，我改片手。哦，是红莲暴鳞。你要帮我们吃吗？还是我们自己吃？我吃啊，我吃啊，我吃啊。有人已经先吃了，哦、没事啊。你为什么要讲？你为什么要讲出来？番茄，你真的是
对啊，你把它讲出来，他有没有看到？欸、我当正能，之前跟他打的时候，我就是不小心吃了一下就骂我，骂啊，我就说你这样尊重我吗？做个捕食在这边的，你尊重我吗？然后你偷吃的话，什么都不会讲。嗯，没有，他女生就是可能这一餐吃不饱，所以提前会先到，先吃一餐。然后约会的时候说，嗯，我刚到，那你要吃什么？哦，我食量很小，然后点一盘就好。殊不知前面已经吃过了，这样子。韩星很有经验的样子。最近看一些很好笑的东西。对，这个最近 FB 经常滑得到。你看他去拿蜘蛛了。嗯。干嘛？我在默默做事，你们。我等一下做观察日，我等一下叫，我等一下就去打那个地上的那个蚂蚁。我说：“哎、欸，有亮亮的，被发现了。”Hello，Hello，Hello， 刚发现吗？他都看到我们就看吧。哎，我还是觉得很惨哎，到最后他都没有等来他老婆。对。还以为第二期有他老婆。对啊，单身喵，可怜的喵喵。呼呼呼呼！你好吵哦！哇！反流。他头真的好大啊！他铁头宝宝啊！起。哎、欸，有人来了，那个，谁啊？粪怪，他来了，他在哪里？在上面。嗯。严飞不来，好可惜。合体技，夫妻双打吗？哎、欸，我在 cos， 我打一下哦。Nice。Oh.欸、他好小只哦，是我幻觉吗？你说阎王龙还是粪怪？阎王龙，粪怪。对，他好小，怎么还也不是最小尺寸。哦。你那个角色，你是说这个声音吗？哎、欸，他的头要爆！请问我也没听到语音声呢、欸，我全关了是不是？你是在用哪一招啊？你在干嘛？我还切书。我还切书。笑死了！天哪！哎、欸，敲晕了！会啊！我，空了空。好了，这个你看啊，哎呦，对，我完全没听到声音，我也没有，但是他笑得很开心就够了。但是我把人的语音关掉了，可是你也听不到吗？对啊，哦，玩家已经关到零了
换一下啊！哦，那个是语音哦。对。我以为那个是玩家的声音。哇，我以为就是内建麦克风之类的。语音呀。你切书听不到自己讲话吗？啊，有了，终于，终于有了。难怪你那时候是觉得我很吵，我想问我是没听到啊。这角色不是你的爸吗？而且他存在感很强。对，我知道，在远远在打怪，你说繁星那么远听得到啊？直播听得到哈，我哪有开车啊？我哪有开车？哪一句是开车？我也想知道。头破了，太好了。看这脑抽。棒了。哇！哦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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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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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天！你要爆了！声音很像开车。他说你的声音很像开车。开什么车啊？哇，这也开车？为什么啊？就又不是五马。5MA 是你吗？超级啊！我以后还是带字当符好了。Nice。没有，你有下次要玩就直接把语音关掉，让他吵别人就好。然后要一起分享快乐啊！啊快死了。钱少就有60000血，我感觉你的，哎，你的皮肤快要吐了，哈哈哈哈哈，啊，结束结束，啊，玩游戏就是快快乐乐的嘛。我你再背八，再八一次怎样？哎，看好了。而且你明明买了那个妹子的萌妹子的那个语音包，结果穿上这个皮之后，这个皮比较重要。我现在已经也听不到，笑死。所以说，大汉的内心都是萌的。不想磨刀，建个帐篷。聪明如我，太聪明了吧你！我最喜欢《魔物猎人》的一点就是，他没有跌落伤。哦，对啊，真的。又换去，那时候玩那个什么？换去别的游戏都有跌落伤。哦，等一下，我要骑你了，你再忍一下。这么快？这车听起来怎么那么奇怪？这才是开车吧？你们是误会什么？你们是误会了什么？司机在司机车这位啊。哦，你最后没有撞他哦，哦，没事没事，也好。哦，换车哦，对，没事没事没事。
的瓶子没有打出去。当然起不来，我不行。打菲利！不是好好刷刷伤害哦。对，他的肉质太好了。对啊，你最爱这只啊。对，我最爱这只是因为，他跌倒的时候的那个叫声非常的疗愈。对对对，你真好像哦。遵照。暴力龙本人。遵照。哈哈哈哈哈。你说你是暴力龙啊？啊，什么意思？你刚刚在斗地场的时候，你是暴力是啊，我说他啦，怎么没有闪到？没有啊。我发现你是这个声音。然后红莲暴力龙生气的时候是这种词，很漂亮啊。哇，我喜欢这种词。我以前以为它是粉的，可是它实体是比较紫。好啊，给面子啊！哈哈，谁的地洞？哈哈，我的。十二区。嗯。我是不是走错了？没错啊，上面啊。我走的对吗？往上走。上面啊，上面啊，没错没错。你错，我陪你错嘛。我们都拼错啊。摔死几次了不旁边有一个对啊哦不对你错死了发生了什么哦这个哦可是没有但是你看一下我的那个刚刚那个显示你倒下的时候我的那个设定的那个提示不是说什么给我去吃鸟吗对去吃鸟不要好不要哎可以撞那个了哎对啊那个火山不在这、哦、在侧面火山不在这啊，在蜘蛛那边。对啊，要下去吗？看你都可以，不要不要不要，直接撞也可以。好啊。你又怕蜘蛛去撞蜘蛛干嘛？我打这个已经打出免疫了。哦，我还在想当初 Switch 第一次打飞蜘蛛那个时候免疫的，对，尖叫着打的，现在。对。后来打到。麻木了，然后看到他坐我旁边，哎呦，而且你看那个裙子很好看呢。飞蜘蛛是蛮好看的啦，衣服也很好看。对啊，嗯，那个时候是第一版本最好看的一套。对。哎，我卡住了。没有他，没有吧？他要大招，嗯。没有没有，我他刚放大招后。哦，坏死是不是？我听得到。哎、欸，对，坏死了。哎、欸，真的耶？为什么啊？我不知道。大飞力啊，电死你！哈哈 ，nice。真的耶，红血都蓝头都就会卡。对你刚刚说你卡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还有9.3%，好神奇哦！这边有一个亮亮。会龙之类，小滚不要滚，小滚。对，结算也有特效，笑死，好死。你要把它关掉了吗？没有，才刚开就要关。哇，哇，深刻玉耶。啥都没。
看这两只都是公的。为什么？你说蛋蛋的？对，我刚其实在地板上有摸到一颗，摸到地上的蛋蛋。好，我这边差不多要十二点了。好，好，那我们差不多到这里吧。好。好好好好好好，辛苦了，不会，辛苦了，辛苦了。我玩这个啊，动作在哪？动作，动作贴图啦，在第四个通讯知识组合吧。是有个爱心要怎么用？等一下，不说，我先让狗狗走开。海豹豹，等一下。姿势什么？平时没在用工作啊？找到了简号吗？有一个聊天选的哦，爱心嘞？不是啊，应该是要聊天内容的那个地方吧？为什么我没有爱心？啊，看我。不行，按到拍照键。对、欸，不是，它应该有个比爱心的。这是飞轮，对，不是有一个左右比爱心的吗？对啊，在哪里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番茄不是这个，我不是这个。哦，姿势组合吗？那个 ESC， 点它。对啊 ，ESC 第四个姿势组合啊。我怎么没有这些动作？奇怪。有一些是打活动任务的，我可以拒绝吗？我不想跟你。你可以比战啊！你可以比战，有没有？你就比爱心，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有什么、啊。走光了都，什么吗？啊，后面是猫，好可爱。干嘛啦？吓到了！啊，他这个没有办法长期待在那边。哦哦，热？怎么热？神人啦、啊！好神！可爱的姿势，我知道了。为什么我忘记了？好奇怪哦，你。会吗？怎么？你说我刚刚那个吗？对啊。这个吗？这个吗？对啊，应该是那个的吧？聊天选项的吧？布。哦。聊天选单有一个方形布。那个狂按，你知道吗？哪一个？方形布啊，可以狂按。对啊，会怎么样？会一直就一直抖动，往一个地方走。看看哦，为什么没有方形布？第二页左边下面，左边下面，嗯嗯，他在那个聊天清单对不对？哎、哦欸，这个要设定成快捷键。对，因为要升级的，因为世界的话可以，就是狂点，它会一直往左或右，一直慢慢的这样子。你的狗很吵、欸。谁家狗啦？哦，要断了，听到棺材要去尿尿了。好。哦，它会跟着我的动作乱叫。对啊，你不知道哦。我不知道，我少。你看后面，你看那只在站立的狗，有没有看到？你看那只玉子烧，玉子烧，玉子烧。好了，准备来棺材。好，不修，好柔啊！火把拔起来，火把拔起来。好了好了，感谢今天收看。今天是陪安妮跑那个啦，把世界打完。后面他换Switch就是陪他那边观众打。
啊啊啊！伸懒腰，呵，对，好啦，说晚安，喝水，好，好胖，好胖，喝水。好啦，雅思晚安，雪莉晚安，次次晚安，依依晚安，蒂恩晚安。好，谁想要免费的晚安呢、啊？好，你们先打，我去看看有谁可以。啊，他居然这么可爱！是暴风缠身吧？我看看哦。啊，就去李光那边好了，因为我要顺便跟他问个东西。那什么标题是这样？有些人利用完就丢了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好，还有谁？顾雨燕晚安。路诺在吗？路诺晚安。ID。之后我去问他啦，因为他那边纠团可以自动打指令给那个他那时候说等他有空教我，就应该是忘记这件事情。好啦，大家晚安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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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